像他这样不得了的人，隐居在这种地方，一定有某种理由跟创伤。在大韩民国任何地方，没有一间医院会接纳你这家伙。我会让你永远不得翻身。是他没有错，傅永洲竟然躲在这种地方。你怎么了，江医生？要快点止血啊！没有办法，好像是 HCC rupture 紧急状况啊！金师傅，江东柱医生从本院被赶出来，当时死在手术台上的就是肝癌患者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《浪漫医生金师傅》。